声好不好？谢谢。你讲的那一心中情讲给你对方，你愿意为我放弃整片花园，情话爱浓凉，爱给一了心，对你爱层层。爱讲你那个心中最温暖的给阿平，我愿意为你放弃整片森林，情话爱浓层，希望你好好同上来给情。一起来。爱给一路的发达森林属于你，天然会同来浓烟一片一片，爱的花香属于你，今生只爱你。爱给一路的发黑梦里留声音，爱图你看素行千三万四，想微笑你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后面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这首是《一缕发》客家版。你讲爱黑你心中情缠的一缕发，你愿意为我放弃这片花园，请把爱浓香，爱的一了心。爱层层，爱到你那个心中最温暖的把柄，我愿意为你放弃整片森林，情话爱浓层，希望你好好同享一杯情。爱黑一路的发达森林属于你，天安会够来独然一片一片，爱的花香属于你，今生只爱你。爱给一缕的发达森林留声音，爱图你看素行千三万四，想为生你永远伴生死。再有没有比较轻一点？重大了，这种声音不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。哎呦，这样才有气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呀，今天呢还好，现在哎，今后因为雨有停了，对不对？刚刚看到大家拿着伞，哈、哦，拿轮子哎，装轮水，然后提下个汤，大家冲过哎，真辛苦呢，什么人大家？哦，今天听我们神主的那个颁奖典礼，先恭喜他得奖的参赛者。唐国彦每一年哦，这一个盛会都会举办，对不对？啊、哦、呀，我看到那个奖金呐、啊，前三名的奖金呐、啊，嗯，
我明年亲上我来参加一下了，能共做的吗？刚能刚来天使好吗？要跟我同一队的举手。我创意小猪哦，我猪小妹哦，我很会哦。要跟我同队的举手。好 ，OK OK， 好好好。那他今天也是一个歌唱的一个夜晚啊，所以慧君今天安排了一些经典的歌曲要带来送给你们大家哈。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海君要趁今天那么多人在场的时候，突然太赶来去追幸福，谢谢对幸福。手可以借给我吗？多心哪越通虚伪的生活，若是恁为一粒一滴辛苦才会定，幸福在伫遐。心念做伙，认真做阵行，提出真心又怎样？要阮才有命？幸福在伊遐。刚好今天海君有带来自己一个小礼物，请问哪边是需要小礼物的？这个时候换你们了，全民运动。最心那如同虚伪的生活，谢谢谢谢。电视上好看，错，是一样都好看。
我就套句这一句，那个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广结善缘，把扇子。就等嘛的，休困一下。就等嘛的，休困一下。来，其实这首换我们唱给海军听好了吧？哎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很少听人家唱歌，我也很想听人家唱歌。真的吗？我们唱给海军听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音乐比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尖叫声。要不要给他很感动？祝你生日快乐，一起来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好温馨。我们海军上上目色白袂哩咯，你哪会拢知？啊，你新闻拢有讲啊？新闻拢有讲啊？那顽皮豹头版头哎！哎呀，真的、啊！你知道顽皮豹头版看还帮你放烟火，我们人海宫的敬意。哎呦，这是我们人海宫你们王副董事长以及我们董事长呢，还有我们所有李坚持的心意。谢谢，这是来自我们台中妹妹的爱意。你们不要再乱猜了，她不是 No 妹，但是她也是我好朋友的女儿。对，我每一次的那个活动啊，她都会在。对、因为她怕现场没有尖叫声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上个礼拜才见到她啊，真的、啊？真的，我本来没有认出她、哦，是因为她的惨叫声，不是她的尖叫声让我哦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不对，我上礼拜 Only 有那场，我有见到他，又有 Only 有啊。”对，他也是。哎呦，哎呦哇，那连市长都激起他的惨叫声。你最近开始在打工是不是？他最近开始有在接配音，如果你们需要配那个什么尖叫声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哇高，很会哀，真的，要不要试看看、哦、尖叫声？有没有？哇，很逆拱隆隆啊！哦、那个逆拱吼。哎呦，冻掉！好了，我宝贝，我们先下去，谢谢，来小心哦、喔，上下阶梯小心。可以。哇，其实呢哈，看你海军的第二大白的天师长，胸前一包哎，有那安全帽，你弄个大旅团，有时候要我们要下乡要去争海选的时候，對海军妹妹出来，啊，最近还有一只新的节目。我们都胸前同到飞泰加内雄飞呀，超拉阿飞一样是到那个各个乡镇、嗯、是哦，都各个的地方，然后去。看很多的那一些乡亲朋友们的才艺表演，没错，而且只要你们敢秀、哦、不只是唱歌而已，嗯、你们要翻跟斗啦，光嘛，还懂些哦。对，你有任何的才艺都可以去报，特殊的才艺也都可以来。不，一定要特殊吗？嗯，哎，松麦看到有你的吹口琴，哦，那个很特殊，那个不得了，那是不得了、哦，真的，他原本是矮显的，没听。哦，那个从那个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一直矮矮矮矮矮。哎哎呦喂呀！哎呦，大声老师还在讲哎呦喂呀！因为矮下那阿爸吼，那天我问了99岁，哦，你说你矮了99年了，真的，所以矮下那呀吼，这才会宠你阿爸岁。王少华，你上好了，来继续来选手，时尚哎，哎呦，什么时候比较时尚？这个时尚天后，这个讲来实在是也脸皮很厚。他是你200还是你500的？他是600的。涨价了。涨700了。哦，对。谢谢他们。他举越久，可能待会要感动半半。来，放下，来放下，很快。哎，要唱的时候再拿下来。哦，要唱的时候再拿。自动。而且它会自动的，对。这个是我海军总部会员会的那个歌迷之一啦，哈。这是也是南部来的。哎哦，哎，他骑摩托车。哎，海军来，今天你是南坡面农，面农用绿袋。面农咩？高雄。高雄。啊，过来，爱老安尼平东吼，嘿，隔壁林沙。嗯。嘿，隔壁林沙。那这几个是那个绿袋的店。啊，绿袋的哦，绿袋的青豆。因为不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会，哎呀，乡亲啊。对不会啊，因为他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林平。啊，平芳姐姐，对，他们都全部台湾哈，这 Q 他冲国也必须，他们都很好的棋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你冲国也必须出了给狗，是实力派，所以这时候我会觉得我要赶快退下，因为人家不要听我废话，要听海军唱歌，哎，你上场来欢迎海军，这么敢讲，带来这一首《轰大对流来》，来轰大卖照，卖照哈，刚扇子发完了吗？还没
发完是不是？剩两支啊，哪边需要？剩两支是不是？两支给我。手先给我，摇滚区的朋友。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的脸蛋红红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结结做一伙，是要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规天在茫茫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心把脉搁在。好听吗？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好不好？我相信这首歌你们每一个人都会，对不对？嘴巴张开。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一生来落命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结结做一伙。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规天在火大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心把脉搁在。要靠我的爱，我哪里有来？爱放在心内，我看无人知，思念在风台，心在我内，你是我的。好不好？啊，给妹妹啊，妹妹是不是？给妹妹好不好？掌声一下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好，有空可以到朱海君 Angel 粉丝专页按赞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好，很难得把这一首歌拿出来唱，应该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吗？继续，好，等一下再叫。我在今年的第29届入围金曲奖，但是很遗憾的，那个还没拿奖，可能要延期。好，然后大会报告，市长有说过，只要来仁海宫唱过的，铁定得奖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掌声给海君加油！呜，因为你适合30，29不适合你啊，真的。对，所以是30届最佳专辑、最佳演唱，应该会双料哦。根据本仙姑的神算，应该是这样子。给仙姑掌声一个鼓励一下，加个尖叫声吧。董准哦，我那时候董准哦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就是来，我一直听到仙姑的声音，没看到仙姑的人呢。仙姑是仙飘飘的，仙姑那时候就是去年来仁海宫主持，然后得了金钟奖。
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你，因为你去年没有来唱，今年唱了之后，才通知你。天天啊、真的相信我，没有的话不要来找我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延期吧，好不好？不会无限期的，应该算到。反正大家还很年轻嘛，愿意等我嘛，对不对？我等九年，我等你一年。我等啊，等一年而已、啊。反正你赶快准备礼服啊，有没有？好好准备谢词啊，我就今年安永品。哎呦，因为你今年是第一次有点紧张、哦，可是你明年之后就哇有经验。没有什么有点紧张，是比惨。非常紧张，你才被恭喜。哎呀，好，那我就带来我入围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，很少在外面唱，要在很特别的日子才会把它拿出来唱给大家听，叫做《不是不爱，你是不爱》，谢谢。伤害。
谢，是无爱，今唔免无爱啦，迄茫茫轮到去的。